嗨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看铺中文课时间。最近有学新的中文课吗？那我们来考考你们：登鹳雀楼，王之涣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请问后两句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，或发送你们自行朗诵这首诗的视频艾特我们。我们会定期抽取优秀视频制作合集放送。我们下期看铺中文课时间再见。